陈乐宇上把知道我带一点盐，这把他也带一点盐了。你带点盐干啥呀？你上把带传送的打野帮你，你帮的不挺爽的吗？这还带点盐呢？挺好，带点盐。他一级又学的 W 吧？带点盐，来带，继续带。我看你带个点盐好使，还是带传送好使？你乐于一级不学 Q，跟我学 W 去了。还跟我转换套路了，还回不回家呀？你不能回家，别扯淡了。那都不可能回。其实我最好是塔下把它换了。打个骸骨，让他回点血吧。没办法，我旁边没有眼儿，我没有做眼儿。还有2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了。这轮超级粉丝团任务还没完成呢。我看你还打补刀，你带点盐。天真，不推。给他控着，真不怕死，还带点盐呢。我就没见过哪个人打我鳄鱼，鳄鱼打我敢带点盐呢。你是头一个，兄弟。这个老破玩意儿前期这么弱，你还敢带一点盐？控件亏死你 谢谢我那远在美国的前夫。呀，中路被杀了，双多兰，这波不打。我们也可以来个双多兰，如果他双多兰的话，其实不来也行。多兰剑加，不是多兰剑呀，这个红宝石加长剑也可以。
我走了，回家啦。有提亚马特了，这个药卖了吧？要不卖了，要不然不够跟他耗的，把药卖了。 也可以不出提亚马特，就直接死刑也可以，但我们有点盐，这都无所谓。白老尊可会七十二变？ 下波我们只要出个红宝石，他永远打不过我们，永远。丢了个炮车。 200块可以，我就不放大了。咱要不会带点盐，咱就别带，带了也没有优势。你说打了半天连个鱼连个猴都压不住，我如果能再开他一层塔皮，这游戏结束。 那鱼这英雄带传送其实挺厉害，你知道吧？他带个传送呢，你前期跟他耗血，他耗不死，你耗不死他，哎，你往后打，你即使多他个技能，你都不好杀他。这谁插的呀？这是我插的吗？ 兄弟，你觉得你能走得了吗？嗯，我一直没交闪现，你觉得你能走得了？我其实点盐我都没想放，我觉得他必死，这人还非得要挣扎一下。他还把技能给用了，我先来，我先扛，我扛塔比较用，你就别扛了。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鳄鱼应该是挂机了。挂机了。打两把崩两把，这对一个人是信心呐，是有很大打击的，知道吧？啊，他想了想，他又出来了。 来点魏德安呢？没有大不打，等龙王要往上走，先走。
你打得过我吗？兄弟，经济最大化，还找我拼呢？你都啥装备了？找我拼呢？你这回你还不挂机？ 我都这么侮辱他了，他还不挂机，啊？让我侮辱完了这鳄鱼！你就是俺老孙的粉是吧？ 再见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Killing spree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 02-4，游戏结束，中队。不挂机呀！不挂机上去找他。 还不错啊！下去打波架，把中路塔给他推了。 还猜上呢，还猜上，我推他二塔，上去把鳄鱼杀了吧。 鳄鱼已经有点自暴自弃了，你看见没有？扫他一下，开始变成就是人肉提款机了，变成了提款机。 告诉你们，就这种人跟我对线，咋对他也对不过我。对一万次他输一万次，不够细节，不够细节不到位。 玩英雄没细节，跟我对线，我这种属于专精英雄，你知道吧？
他要跟我乱玩一下啊、哦，有一个小失误，游戏就结束，就一下。这把出个九头蛇，来一把血魔流。杀他交闪现是不是有点浪费？浪不浪费？多浪费呀！我去拿个红的，让包女儿给我发现了，可恶的包女儿。他们家咋还不投降呢？还等什么呀？那都3-20了，还有翻盘？不会吧？嗯，不会吧？谁死一次谁就没有 MVP。 MVP